对，海棠，你跟我回去吧。嗯，哎，海棠，你不跟我回去？嗯，这里才是我家。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乱七八糟。来，你们进去吧，你们俩。慢点啊，你们过程就他一个人。不是意思，我也懂。你问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。你结婚了没有啊？你能不能就是接上一次？为什么？然后他妈妈说我倒了一枪，然后我就能接吗？咋的？这不，涛哥，我就你爹。涛哥，你是不是改？跟我原来看的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人啊，这正相反好吗？你可以，你心不在焉的，你在跟我吵架了。我说你这下可以认真工作吗？一个一个一个。好，坐坐坐。这事儿，你不用，这事儿你不用心不在焉的在工作，别吵了。我说这事儿你不用在心不在焉的在工坊里跑。我家里人。